说是最危险的地方，他的去过。今晚演出的 represent 的像是他最喜欢。他走到 bar 台先点了一杯威士忌酸。世界是 living her life， 出去玩从不耍赖，不甘心只是待在人群，他想击打后台。在 Tony 的女生里面，他肯定最会打扮。他和喜欢的男生聊天，最烦被人打断。现在什么年代？还在玩，还在连载？做你自己想要做的。追着日落，被父母说是最危险的地方，他都去过。今晚演出的 represent 的像是他最喜欢。他走到 bar 台先点了一杯威士忌酸。世界是 living her life， 出去玩从不耍赖，不甘心只是待在人群，他想击打后台。在同龄的女生里面，他肯定最会打扮。他和喜欢的男生聊天，最烦被人打断。现在什么年代？还在忙，还在连载？做你自己想。Toyota 追着日落，被父母说是最危险的地方，他都去过。今晚演出的 represent 的像是他最喜欢。他走到 bar 台先点了一杯威士忌酸。世界是 living her life， 出去玩从不耍赖，不甘心只是待在人群，他想击打后台。在同龄的女生里面，他肯定最会打扮。他和喜欢的男生聊天，最烦被人打断。现在什么年代？还在忙，还在连载？追着日落，被父母说是最危险的地方，他都去过。今晚演出的 represent 的像是他最喜欢。他走到 bar 台先点了一杯威士忌酸。世界是 living her life， 出去玩从不耍赖，不甘心只是待在人群，他想击打后台。在同龄的女生里面，他肯定最会打扮。他和喜欢的男生聊天，最烦被人打断。现在什么年代？还在忙，还在连载？做你自己想要做的，尽量把别在门外，只叫着你的姐妹。就算。